诈户啊？哇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姐。哇，这一箱又是大户啊！灰姑娘买了两株，还有苹果奶一株，白露一株，糖果柱一株，还有多头包叉，也是只有14.9元的。哇，总共才买70几块钱啊！啊，还是这个美女的。哇，好大好大！我自己买的哈。哇，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多头包菜，就叫包菜啊。哇，叶子这个怎么种也不懂啊。先把这些杂七杂八的根给我修掉。留主根就可以了啊。都是美女家买的啊，不要把美女弄脏了。姐姐看，这个是多头包叉。哎呀，在这里，很好，很漂亮啊。这个就是那个苹果奶，上回我又买两株，它这里才9.9元啊。这是苹果奶，我一株株给大家看啊，非常的惊艳。等一下看那个灰姑娘，很漂亮的。这个是苹果奶啊，一个一个拿，哇，太棒了！这个，他那天也说闭着眼睛录，哇，我也是，赶紧闭着眼睛录。大家看一下，多好的灰姑娘，而且一株才多少钱？一株得多少钱？8.8元。真的好便宜，又大又好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株型，我自己看了我都满意啊，才8.8元。你说有的人说我多了花了多少多少钱，你看这个多头，哇，下面包的头多少，都是双头的，一个头其实才4.4元。你说一在直播间啊，不停的买，什么都好。哇，怎么种的啊？云南啊，太厉害了！再来啊，非常好的，非常好的，来看哦，这株是白露啊，白露我以前好像有买过一株，它这个是老庄的白露，也才多少？这个比较贵，还18块钱，庄子非常老了啊。都是这样修根啊，可以活啊！大家看一下，哇，这老庄用他那个青花瓷盆种，我准备，嗯，还有株这个糖果柱13.9元，好多就是我家里没有的品种啊，我这一次买了啊，比较多的我家里没有的品种。大家看漂亮吧，这个有板子的，嗯，看一下啊，这里面啊，这一箱没了，这一箱没了啊，就是这一些，嗯，不错啊，就是再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两株啊。哎，就是买这两株了，买这两株灰姑娘，这个又皮实又好养啊，比这个紫乐更好养啊。这个是包菜，不叫不懂啊，多头包菜才14.9元。这个是苹果奶啊，我看有的直播间都卖很贵呀，所以说9.9元我就买了啊。这个是白露，这个比较贵一点，18块。这个糖果柱13.9元，你看基本的价位都是在10几块左右，所以说大家说可以买的吗？是吧？嗯，哦，还先开到这里，看到我这个白凤，大家看一下，这白凤叶片啊，还挺黑的哈，这上面很多水泡。下午的时候又要给它喷药了。嗯，我就是给它隔离的嘛，大家说要隔离，我就放在这个我楼顶的地板上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生病的多肉啊。它就不好看了，但是我很喜欢，我家里那么多多肉都没有，它出现生病，说明它这个母体啊，它肯定就有
一些问题的，可能以前可能有生过病，因为这一株我买回来58，有砍头的啊、嗯，就是这样子的啊、嗯。我不定时的都会给大家拍这株白凤啊，最终情况是怎么样？嗯，大家有见我把这两个头，砍掉，我还是舍不得，我就觉得这个头也有点问题，它会长气根长到下面去。嗯，啊，今天又给大家开了一个箱，啊、嗯。都是非常经济实惠的一些多肉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啊，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关注，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，拜拜，滚蛋。